开干吧，下一站塔山主机站纪念馆，在中途还要加水，我接下来全部走国道，绕着边境线走。哎，买点菜，这是自己家种的，自家种的，多少钱一斤？2块。啊，我要硬一点，都硬是，因为我要放。拿走，有没有花？对，可以，那个可以。这玉米，玉米10块钱给7个，10块钱给7个。嗯，4块，哎呀，10块钱的，7个我吃不完呢。这苞米看看一千。好，可以。这都带哪一个？你看。好，2个。好嘞。那闻着都吃人药。给了啊。哎，给了。14块钱。嗯。家里和鸟的吧。啊，反正不远。哈哈。好，走了。哎，我这稀里糊涂已经到辽宁了。好神奇啊！我转哪儿来了？离秦皇岛已经10几公里了，沿海的房地产开发啊，非常的火热。沿着海边这一条路，都是住房，而且开发的都还不错。我现在顺着海岸线一直往北走，往大连的方向。我到大连，然后再问一下现在疫情情况怎么样。如果可以进的话，我是希望这次能到大连转一圈。旁边有个水龙头，我看到一个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呢，我问一下能不能加点水啊。你好，这是自来水吗？我能加点水吗？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我车开到这边来。好嘞。这个亲爱的，对，然后去东北转一圈。好，谢谢啊。太好了，啊，水量还挺大。薛姐余家院开饭店了。打声招呼。哎，大姐，哎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哎，好嘞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北方人比较痛快，说加就加，也不啰嗦。
到葫芦岛了，一不小心还是上了高速。怎么走呢？一不小心还走多了，我返回去看一下上面好不好停车。塔山主机站纪念馆，啊，可以停车，我还得倒回来。塔山革命烈士陵园，不知道现在去下班没有。先去登个记，塔山主机站纪念馆，到门口了，一问晚上是不能停车，这里也能停车，但是我不想住这儿，因为明天要给塞拉洗澡，还要买点东西，我就住在葫芦岛市区。这里早上8点开门，晚上5点下班，那我就停在市区吧。找了一个市区的停车场，过去看一下怎么样。刚才找那个注册地不行，还得重新找一个，但现在还没找到。我先在这里买点东西。啊，1.3块一斤，1.29块是吧？对。这个。哎，在哪里能买到虾呀？二楼。哎，多少钱？7.6块。先买个西瓜。买了2块鸡胸肉。这里就有个宠物医院。正好给塞拉洗澡，然后再看一下。现在可以洗澡吗？啊，边牧，不许叫，别叫。来了。啊，洗多少钱？边牧。大身长大概是70到80左右。啊，行，现在马上就可以洗是吧？对。好嘞。一次搞定，就在这儿给他洗了。妞，洗澡啊。一天洗澡立马脸抽筋儿，不好听，就这么着吧。还好。妞来下来。哎，再过来，快过来。先带他去拉个粑粑。来，妞，快套绳子，快点！一般你们在哪儿遛啊？往那边走，往那边有片小树林。往那边？对，那边拐弯。好嘞。塞拉是男孩女孩啊？女的。哎，妞，别挠我。多大了？帮我扶一下头。好，别动，别动，乖一点，乖一点啊。他能有多大呀？9岁了。9岁了？对。很乖，很聪明。如果说那个他不听话，你就跟他说，他听得懂，很聪明。嗯，他不愿意洗澡，所以说有点麻烦。嗯，他洗澡是70。对。他洗澡用的毛巾香波，您给他带吗？毛巾啊，我有毛巾。你有毛巾啊？那香波，你给他买一个，还是用公用的？冬姐，杨宝人来了。我也有香波。那你就拿来，过来。啊，乖点。快去，我踢你啊！好，快去，乖一点，乖一点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快去，快去，可以陪着的。快去，快去。哎，还挺干净的。你给我老实点啊！想揍你啊！还挺沉。傻妞，别动，不然要打针。你选择是洗澡还是打针？洗2遍还是3遍？2遍。啊，别动啊！
哦，我去拿那个沐浴液，还有毛巾。对。